很多女性都不承认自己的男友是个工具人，很多女生都说她对她男友多好多好。哦，对不起，那如果她有以下症状的话，她就是个工具人。下来一点啦，我下巴45度，脚长，干嘛怕我啦？你干嘛把他关门啊？天哪，他竟然是个相机脚架！哎，你回来了？哎，拿一下，拿一下。哎，你那什么脸啊？吕秀莲，很好笑。不，他要变成衣架了。哎，你那天要去公司的时候，竟然查了个大便，你想不想帮我刷我的鞋鞋？想啊。这礼拜天我们一起去打美爱战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去。就是最近好热，我手都晒伤了。晚上你可以帮我敷脸吗？可以啊。哎，你刚刚什么口气啊？我是欠你哦，什么眼神啊？这是拳击带的概念吗？哎，你干嘛啦？真的枕头？哎，宝贝，我刚刚看到隔壁阿娇，她背了一个爱马仕铂金包，好想要，希望哪天我可以。谢谢，辛苦你啦。没错，它就是台提款机。我现在在东兴街这里，快点，很热。你现在哪里呀？快点过来，很久哎。我现在在饶河街这里，我要去北投，快点过来。先生，坐公车很麻烦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快点过来。我可以说这是 Uber 吗？没错，你男朋友就是工具人。